欢迎各位再次收看胡服汽车的变形金刚分享时间，这是我们1830集的节目。今天给大家分享的是 SS 86号系列的救护车。我不晓得有几位朋友跟我一样几乎是错过了这款玩具。我记得我因为每一次官方推出新品的时候呢，它可能是Deluxe 等级啊，这一波推出四个，那 Voyage Class 可能是两个，那现在的 Leader 级呢有时候呢也是推出两个。那当然这些玩具当中呢有些可能会和上一波会重复，但是救护车的话好像它是单独一个玩具就推出吧，我觉得它好像落单了没有跟它同时期推出的玩具的感觉，我印象啊，反正它给我的存在感是很低的。直到前几天我在玩具翻斗城呢，我突然看到了86的救护车，我还想了一下，哎，我到底有没有买这个玩具啊？后来我回家看了一下，哎，我真的没有买。那之后我才到网络上呢去搜了一下，那我发现它的价格呢，也没有跌啊，台币也是1000出头左右啊，价格维持的非常的平稳，量可能不多啊，也不少。那今天的话呢，就利用一点时间给大家做个分享了。那我也把铁皮呢给翻了出来，两个呢基本上是相同模具了。武器的部分呢，铁皮的话呢，由于车顶啊是有多出这个凸起物，那我们就把武器的话呢给装在上面做个示范。救护车的这个警示灯呢也是可以拿下来的，那拿下来之后也可以安置武器。那说明书的话呢是希望说我们把武器两个这个枪尖的话呢就是朝外啊，这样子有点类似是 OK 就是排气管的感觉啊，你可以考虑一下啊。那如果你想要把它两个都朝内的话呢，基本上呢会有一点困难，因为你扣下去的时候呢这个地方是不平的，所以你想把它完美的藏在里头的话呢我是做不到啊，会卡住。好，那轮胎的滚动性的话呢还可以啊，基本上就是还推得动。那以两者的话呢，色差的部分铁皮明显是比较严重，它的红色啊至少分成了三种颜色吧啊，然后这一次反而纯白的 Ratchet 的话呢，除了这中间这一块特别白之外，其他的部分呢色差倒是没那么严重。不过以前方的挡风玻璃来说，这个脑袋的话呢露出来的部分的话呢，真的是救护车你的露这个头露出来严重了啊，可能是它这个浅色一点的透明部件吧啊。那么身上这白色的漆啊，有一些地方在变形的时候呢感觉会有一点点掉漆啊，这个是让人觉得比较扫兴的啊。不过呢基本上呢它的 Voyage Class 的这个等级的话呢这个要求来看它也做的不算差了。来，那我们就示范一下啊这一款救护车的变形过程。首先武器把它给取下啊，建议第一个动作呢把后面这个地方给翘起来，然后呢往这个地方再翘多一点点，两侧的话呢可以稍微的去拉开一下，拉开这边的话呢是看能不能把这个地方稍微撑开啊，把这个地方的结构呢给破坏掉啊，因为这个地方的结构呢如果说这里能够拔出一个缝隙的话，这里会比较好解开。好，整个部分的车子的部分呢这里都把它给松脱开来，这个地方从头看来，那我们先把腿给变形完好了。腿的话是这个样子的啊，首先的话呢我们把这个部分推出来，推到下方，这里折进去，这里再盖下来，这个部分盖下来，这个部件的话呢推出去到这里包覆到脚的后面啊，很可惜后面这一块啊是没有锁定的，这里一样顺势推下来折，这里形成脚底板，这个部件翻下来，这个地方扣过来，这个部件放下来，侧边这里打出来，到这边推出来，推到后面去。好啦，腿部的变形呢已经完成了。上半身的话呢这里勒住一下，我们把它呢前后做一个对调，但是呢这里先把它给松脱开来，我们只要转这个上半部就可以了，我们的这一块部件要留到它的一个身体的背后。那这个部分的话你可以先把它扣下来扣住了，然后呢先把头部从里头给扣出来，好，一张帅气的脸就出来了啊。然后呢这个挡风玻璃两侧压进去，压进去一点点，然后这里折一下塞进胸口里头放进去，手臂两侧有组合的卡扣松开推过来啊，这里有一个凸跟凹的结合扣下去啊，然后呢手臂拳头翻出来就行了，这里也是一样的，哎，卡进去拳头直接翻出来就好了。到这边身体的话让我稍微站正一点点，后面这个背包啊这个地方呢就是顺着这个地方的双动关节往上放啊，水平摆置就行了，它没有办法扣得稳啊，
那么到这边为止呢，我们这一款 SS86 号的Ratchet 救护车或者是台湾的变形金刚论坛呢翻译叫做飞轮，它的变形呢就算是大功告成了。那我们呢就直接把铁皮呢跟飞轮呢做一个对比，其实模具上呢几乎颈部以下呢是完全一样的，我目前并没有特别看出有什么不同。武器的收纳呢如果不愿意也可以放在后面那么头雕不太一样，那铁皮的头 OK 救护车的头，其实如果这两个来看的话我是比较喜欢铁皮的头雕我觉得这个圆形的头盔感觉比较战士的感觉当然我的名字叫救护车，你为什么拿战士跟我比呢？那么它的一个肩膀有一个博派的标志那我们来看一下它的一个基本的可动，头部的话呢是一个球形关节，变形的需要呢可以往前往后动一些，360度的旋转，手臂平举，这里还有一个过渡然后手臂，然后二头肌的转动，手肘90度，拳头的话呢也是可以转动的，这一点不错腰身也可以做一个180度的翻转，裙甲是整片的掀起来，然后性别不能判定，那脚的话呢往前踢的时候，整片裙甲都要掀起来，膝盖弯超过刚好90度而已了那脚的话呢可动比较好这个前后左右都有一个很大的幅度可以动，脚底板也是比较大的，人物本身的站立性呢非常的不错整体来说呢是一款非常中规中矩的一个 Voyage Class 的玩具。那么如果说你是一个对86的一个系列你有一个特别的想要收集欲望，这一款自然是不能错过的了那我是真的差一点错过了那就利用这一集的时间呢就把它拿出来掰一掰给大家做一个分享，那接下来就把它放到我的展示柜里头去了那这个白色会不会黄化天知道不知道目前放了一段时间了吧，在盒子里头没有黄化，那大概率也是应该是不太会黄化的，那就给各位分享到这边，非常谢谢各位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拜拜。